林子轩吧？是。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到学校举报说我抽烟打架还劫钱的。我没有，不是我。装。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。今天来呢，就是想了解了解情况。你说我抽烟打架，在老师那儿我认，可是你说我劫钱，你哪个眼睛看见我劫钱了？我他妈最讨厌被人冤枉了。谁说的？我真的没有跟学校举报过你。看见了吗？他们什么都告诉我了，你还在这装什么呀？啊，你说你一个16岁的小姑娘，一天不好好上学，管我们高年级的事干嘛？吃饱了撑得慌。好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说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说吧，想怎么样？你这是给我放话呢是吗？敢打老娘，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？穿衣服。你他妈敢动老子，找死是不是？干嘛呢？我们干嘛？你谁呀、啊？南门的老虎，虎哥。没听说过。虎哥都没听过，还出来混怂啊？我们是跟龙少的。你们几个老家伙，赶紧滚！今天的事儿，我他妈就当没发生过。要不然，不然咋？江湖厚了，牛逼啊！知道牛逼就好，赶紧滚！这把给我放干净了，你得吃了死了你！怎么称呼啊？明德门的黄毛。失敬了，黄毛哥。我就想问一问，你们这一群人，扒一个女学生的衣服，又是拍照又是解裤带的，到底想干嘛？我们就是想教训教训她。我看你们还是一帮学生吧，啊，这学校现在是怎么他妈教人的啊？看着一个个人五人六的，怎么就干这些猪肉不如的事儿呢？你他妈怎么说话了？再说一遍。手给我放。大叔，你走错地儿了呗？厕所在右，桑拿往左，直走拐弯回家睡觉去。行，我这就走。不过这女孩我一定得带走。我叫你大爷，你喝多了吧？还想英雄救美？先放跟头给大伙乐呵乐呵。我上。大叔，别惹事儿了，小命要紧，赶紧带着你这俩兄弟走吧。妹妹，滚。小子，老子出来混的时候还在你爸腿上抽筋呢吧？嘿，我操！干嘛？想挠我？来，过来，来，试试。啊？来，来，试试。来，来。